要搞砸。师傅。那搞砸。刚接了。喂。我到家。睡睡啦。最后。飞龙啊！飞龙啊！我给你了。先生不可以哦，他没有到站，不可以上车。阿伯，我给你了。飞龙啊！我给你了。进啦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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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没有到站，不可以让你上车。进啦，飞龙啊！快点，飞龙啊！不可以，先生。先生，公司规定。